部分的社会大众都不知道怎么在日常生活的饮食控制热量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挑选正确的营养品。那营养师轻食这个品牌就成立了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，想要以营养师的白色力量最及时的传递正确的营养知识给社会大众。成立4年到现在已经累积了12万的粉丝了，也成为了全台营养知识领域当中的第一名。那究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来请问营养师阿江。阿江你好。明你好。那我们刚刚明有提到说我们来的人数蛮多，已经12万的，怎么来的？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功夫，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，那赖就会持续传播出去，我觉得好用，那他就会介绍给他朋友，那一个介绍一个，都是靠我们这样重复哦，一直服务而得到的。营养师阿江秉持着知识服务在前，产品研发在后的核心理念，以营养师的专业创办了营养师轻食。除了靠着充满温度、全年无休的社群互动累积品牌口碑外，对于产品严格的品质把关更是成功的关键。从严选获得许多认证的优质代工厂，到始终坚持使用最纯净天然的产品成分，处处都能看出营养师轻食对于产品的用心以及消费者的关心。哎，阿江，我想要请问你，为什么你们的300亿益生菌是最干净的益生菌啊？因为我们的益生菌没有加香料、果汁粉跟甜味剂，所以它是最干净的益生菌。哦，那所以它里面有添加什么东西啊？主要是只有果寡糖粉跟益生菌没啦。那果寡糖粉哦，就是益生脂，也就是益生菌的养分。哎，阿江，那我想要试试看你刚刚提到的益生菌。来，最干净的益生菌。试试看。这个吃起来有一点，就是没有调过味的面粉味，非常的单纯。明义，你看哦，这就是市面上常看到的益生菌，这是黄色的，这是粉红色的，那为什么我们是白色的？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味，而且人家的颗粒比较粗比较大，我们是比较细的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加二氧化锡，也没有加硬脂酸酶，所以算是非常单纯的益生菌。除了益生菌等营养品外，营养师轻食更鼓励从干净的饮食开始，落实生活中的营养健康，进而推出在无尘室栽培的水根蔬菜，严格控管生长环境和过程，因此产品拆封后甚至不需要再经过清洗，就可以直接摘下来大口塞进嘴里呢。看我吃的惊叹连连，满满的水分让他们甚至有可以喝的蔬菜这样的美名，明显的香气与植物的原味，绝对是一般市售蔬菜所吃不到的。明你来尝试一下我们的希腊优格。好。哎，它怎么掉不下来啊？我们的希腊优格哦，我们的熟成总共要66个小时，一般的优格只要1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耗时了非常多的时间呐。那最重要是因为哦，这个优格里面的发酵菌粉包还是我自己研发的，我研发了第21次才成功，代表我失败了20次啊。它的酸甜比哦是拿捏的是非常到位的那个阶段，然后最后呈现的就是我们的希腊优格。清爽解腻，浓郁酸甜的口感让人一口接一口，绵密的像双麒麟般的希腊优格广受好评，更是一项耗时费工的产品，繁复的制作过程让它超限量，没有事先预定可是吃不到的呢。那尝试我们的希腊优格跟我们的水根蔬菜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，就跟市面上贩售的味道还有口感都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哦，这个美食部落客讲的肯定没有错，就是高雄最红的。而今年5月，营养师轻食更在高雄人物开幕了实体门市，为的就是要让消费者能直接取得最人性化的服务，为饮食健康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。